也还好，就一天可能拍个一两张，就是跟绝大部分女生大概都差不多，就这个黄金四十五度角。然后呢，下巴低一点，眼睛张大一点，但是也不能太大，因为会有抬头纹，所以就刚刚好就好。我之前呢其实是在无双乐团，然后呢现在自己出唱片，其实呢算是第一次接触到演艺圈，然后很多事情对我来讲其实都充满了很多挑战，但是也其实也很有新鲜感。乐团体系人很多，所以是可以互相 cover 彼此，可是现在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，什么事情就是有点赤裸裸，就一个人也没有人帮你 cover， 所以这个功课要做得更多，然后做得更多。